真正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！自古以来，人人啊，开始要上进的时候，经头时啊，都有这段文：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，百千万劫难造遇，确实啊。 咱会当断掉遮么好的福，咱敢会当无定寿呢？不千万劫难做，难的啊，六道轮转中啊，到底呢是累积了偌尔做的福，才在会当伫今生出世啊，断掉了这善法。 净化，而且呢，心情无常的美妙法啊！虽然应该爱精定惜啊，而且呢，爱滚滚福哎哦咱那定爱用心细心好好去伊想，毋是干阿讲。 啊！我的头发，啊！我的滚滚好用。唔知、嗯、是干哪安呢？人必定呢，爱尽用心，到底咱听来的话，下、啊、对咱有啥物用处？对人对事呢？人有啥物会当发挥的良能无？真、這個、呢？ 每一句的话啊，入伫咱心，都、就是用伫咱自己、其他人，真、这、嘞、个，这是真实话所以，咱真幸福啦！咱已经是入佛心境法海中，咱在你家短过的时间。 听话啦！咱应该呢，都爱立佛诶心诶境界。几十年来不，不也都是甲大家人讲：咱信佛爱信立心立嘛，念佛嘛是爱念立心嘛。念个佛诶心啊，就是咱诶心，咱诶心呢啊，就是佛心嘛。 这就是真正立佛心的境界。那发立心嘛、啊，自然的，那时时刻刻与佛心在一起哦。所以，那当不那，会旦立佛心的境界，那就是大慈悲心嘛。在人群中呢， 彼地,地相问，因为佛的境界啊，都已经咧入法海中啦，所以咱就自然入法海中，满怀教化菩萨道，咱已经地位那开阔啦，甲佛的心同定，好似像咱入。 法海也来得，哎，这里啦，那是伫咧皈依的时呀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佛啊，那、啊、呢就是爱体解大道，会当皈依佛啦，深入经藏啊，智慧如海，那呢就是、啊、入入智慧的大海。 所以，咱啊会当体解大都，会当入智慧大海，一、这个境界，那就是佛心咯。佛心呢，是大慈悲心呐，胸怀教化菩萨道。菩萨道啊，心心念念，无不多想，要来教化菩萨道。 所以，一直听啊，甲大家人讲过去，我都幸福的第一点，就是要到菩萨法，要甲大家人分享啊。这我的心境是遮尼遮辽阔，我的境界呢是遮尼遮宁静，我多所体会到的呢是天地万物的道理。 是有遮尔正浩瀚呐、啊，一直嘞，想要甲众生啊，人人来分享，只是众生地切呐。咱嘞地位真淡薄，真浅呐、啊，无法度体会到，不懂啊。 在你久过时间四十二年间咯、哦，阿内内看顶班啊，哇，真辛苦啦、哦啊，在随顺众生的根基，慢慢的啊改引导还是会当对啊，法会来的。只是呢，那个。 清楚的带法啊，无去了解，著亲像讲，伫啊，法海中也无法度通我深入到海藏诶内底，有偌尼正多诶宝物啊！海藏诶内底啊，有偌尼正水诶境界啊，不多啊，知啦。但是呢，咱。 凡夫都毋知，咱敢若会当知影。现在，海看会到诶，是真大真阔吼，咱也未会当入去。但是佛陀呢，释怀，所以呢，佛陀伊现在伫咧痛奔怀，将伊诶内心诶烦恼完全呈现出来。 所以，诸佛教化菩萨道本来都、就是，但是即个时阵呢，则真正是时候，未用得阁往后拖啦，若阁往后等落去呢，啊，佛陀啊！一期诶寿命，甲人间同款已经是七十几咯。 伊要等个定时呢，所以伊系伫即个时阵，不管安怎，自怀畅愿啊，来教化菩萨行菩萨道，所以伫发花会的即个时刻，若就是演说大法啊，就是大发花经啊，这著是佛陀啊，他来人间。 最重要的一行代志，所以讲啊。 不同为一代世姻缘，就是为即个姻缘啊，为要教众生啊，会当分享即个代志，增辉讲过去啊，或是为众生去探讨真理，为众生觉悟。所以，既然呢，著是为众生，既然得着啊，伊一定的。 爱完全讲出来，所以这个一代发的因缘啊，无非就是要开始磨练众生佛的知见，因为开始众生，众生呢爱会当磨练，所以开始在佛啦，磨练在众生啊。所以咱众生是毋是会当好好体会，会当好好？ 讲哦，这个道理无？那现在都爱看众生诶根基是毋是呢？真用心嘛，来体会吼、哦。这些活动真辛苦啦，四十多年来啊，干那为着这项代志，要给大家人知影这个道理。现在呢，接落来啊， 弥勒菩萨甲文殊师利菩萨伫咧对唱，弥勒菩萨为所有的众生伫迄当尊道场诶人，上重要诶呢，也是为着未来诶众生啦，要互达个人会当更更加了解有啊，佛道啊，特别畅然关怀，所以。 伊家己一个人来赞叹佛陀的过去，甲佛陀将要说法，安尼一力量无够，所以伊着找一个对机者，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呢，是菩萨中的大智慧者。文殊菩萨伊也过去啊，伫咧修行都是拢伫智慧。 心智呢，伊也教过七尊佛成佛啊，所以讲起来，一尊佛出现在人间，那是长劫坡呢，真长真长的时间，无法度呢，用繁复的数字啊来讲遐尔长的时间，你想 劫的中间啊，几十劫才会当得悟到一尊佛的人间。伊已经呢教过了地主七个人成佛啦。可见文殊菩萨也是过去的高佛哦，那不断的辅助，不断辅助呢，助佛。 来人间成佛，所以讲讲起了文殊菩萨，哇，成佛的时间实在真久啊！那、啊、成为菩萨呢，不断啊教化众生，以这种叫你叫智慧深的菩萨啊，要来回答弥勒菩萨。 佛陀也未出定，伊呢开始要甲逐个人讲，这个中间个奥妙，迄当尊呢，佛陀呢，无论已经是讲完啊，搁是伫迄个所在入定啊，弥勒菩萨开始请教文殊菩萨，这个中间后面人搁再是不断的来啊，弥勒菩萨啊，开始伫迄个当门个所在。 解说了后，伊看到人陆续一个接来，所以呢，伊个在掌握一次，用记文，记文啊，就是四字一句啊，或者是七字记文啊，拢是吼证明讲过真重要，惊伊人真紧就去学忘记，所以呢，用短句。 互人较容易了解、容易记住，所以得阁重复记文。那正面呢？记文已经是讲完了吼，现在开始就是文殊菩萨要来回答弥勒菩萨的问啦。下面讲吼，你是文殊，所以与弥勒。 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，这段文啊，就是讲迄当阵弥勒菩萨，你伫咧请问迄个时阵吼，我即马我现在,我现在要来回答你，所以就特别叫起了弥勒菩萨，那么。 弥勒菩萨是大菩萨啦，所以请弥勒大菩萨啦，也够有在座这多人啊！我要甲您讲，我要来回应回应弥勒菩萨所问的，所以这个所在都讲，善男子啊，汝莫为蠢啊！ 金佛世尊欲说法，欲大发，欲初大发的极大发果，演大法义。这段文就讲，汝我为春，吼为春呢？就是讲，当你在咧教我问的时，我呢，都真用心。 来思维啦，为寸为就是思维，我好好来想，想过去啦。我呢，好好来寸度吼，都、哦就是来测量啦，来想看觅的，想过去。我要讲，得倒一段的时间，是惊无尼佛。 用什么方法来教化？除了释迦牟尼佛，我应该呢要选择我过去所看到的佛，伊伫人间是安怎伫咧？度众生，因为太侪了啦，所以我应该好好想看卖咧。 这干唔就是干咱人拢共款嘛？虽然地位，这里正巧啊，文殊菩萨，伊要来回答弥勒菩萨，伊系真慎重诶，伊必定呢，哎，翻书过去，也嘛都要寸度未来，现在呢？ 要从过去诶是教诲，安怎伫咧教化？这四十几年间，用什么方法伫咧教化？伊嘛都爱，寸多未来啊，会众生安怎来食吧？所以，若要讲着，佛多今生的教化，必定诶爱搁在因数。 过较长、过较哼的古佛啊，伫中间教育的形态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智、啊、慧的菩萨啊，伊要回答呢，这段文嘛是真重要啊。所以讲如梦为春啊，金佛世尊欲说台湾，现在。 释迦牟尼佛啊，伊呢是要讲大法啦、啊，甲过去四十几年间呐、啊，所伫咧讲诶法无共来一个大转弯啊，这伊是要讲诶是大法，而且呢，有大法有因为众生啊。 迄个心地，就失去了这个法净果啦。所讲的众生，唔只是囝仔，在迄个法会上，这个所生所知的，是所有大地众生，是过去呀、啊，是现在呀、啊，是未来，所有人，大地众生。 已经呢，心地坏了发罪啦。应该呢，人人的心底拢是真苦寒，已经是真打锁了啦。所以呢，现在佛啊，开始要五大发悟，开始用发悟来滋润啦。 无论所有众生的心地，在咱一段文爱听好清楚吼、哦，这嘛就是文殊菩萨要来回应佛陀，唔只是回应弥勒菩萨，是要回应佛陀呢？伊讲经完啦、啊，大珠啦，密干放法功啦，而且呢，迄个境界啊！ 叫万八千佛道，这种现形变相啊，在这个发会中，那、啊、所以文殊菩萨、甲弥勒菩萨、弥勒菩萨呢，就是要给迄个当堂的人起信心，阿、啊、要起信心的以前呢，爱先有疑问，所以听阿这句话讲，讲。 大二、大五，有疑心的人，伊都会想要赶紧来听。尤其是弥勒菩萨啦，佛陀已经甲伊收机啊。弥勒菩萨就是未来三宝世界的教主，下伫三宝世界成佛，这是未来的教主诶。弥勒菩萨啦。 现在呢，为当场这个人呢，别来告你。恁若是心有疑，恁也袂晓问，我来代替恁问。因为呢，我代替恁问，恁也是结上了这个缘。那么未来啊，嘛会当来人间再辅助啊。所以一付出世啦，千险、啊、真尽的这个险。 隆重呢，会当东西来这些、啊、准备要教育呢，普天下众生，毋是一尊训练所以现在都爱真侪个好言，大个人共同一起，用来了解呢释迦佛现在呢，伫个宣说的大法，所以伊就代替伫东条一人。 来问啊！你看，弥勒菩萨啊，会慈悲，伊抑搁在为着六六小小来的人，前面无听着伊就搁在用这个偈文啊，互逐个人拢总有听着。这嘛是慈悲啊，文殊菩萨啊，他的智慧啦。所以呢，毋只是敢若即个道场上的人听到，是。 爱知影佛的关怀，毋是干那为现在，还要阁为未来的众生佛多呢？要通愿关怀，伊嘛都爱顾着未来呢。也阁毋捌接触到佛法的人，所以呢，福多三根破闭啦。我那要学修教的人，伊开始渐渐滴滴入来，一入来呢？ 都会当慢慢来体会吼，所以这是物代法物，三根破壁，三草二木啦。咱前面讲过去啊，三草二木吼，啊，汝不管是四张草啊，或者是几粒的精致的土卡啦，或、啊、者是呢大树，即、这个三草二木。 二目呢，就是菩萨或菩萨师母，那自成佛道，这两种啊，毋只是敢若讲吼，呃，要行菩萨道，而且呢，一定呢，对谁教佛的境界，这呢，就是二目啊。所以呢，即、这个中间文殊菩萨啊，他就讲。 五代发五啊，吹代发的开始呢，啊，要降发五落来，要来滋润众生的心地啦。开始呢，要来吹大发的啊，还要有声音啊，发种声的吧。所以呢，声音号召，赶紧来叫人啊，着亲像。 佛多入灭了后，家业尊者开始呢，数呀，法若无传落去袂用的哦，所以呢，伊就去咧苏密山那、啊、最悬的所在去结建堆，那著是结法故啦。吼，分居伫每一个地方的人，会当头听到即个歌声，知影有代志，召集的时刻来咯。所以呢。 迄个时阵，逐个人会集话来，开始集经典啊，真滴伫正面也讲过去啊。所以啊，集法国揣法咧，这個、就是要言代法语的事啦。各位，咱学佛啊，必定要真用心。虽然安尼讲遐侪，嘛是惊逐个人听袂清楚啊。 反复再直直讲啊，还是呢，爱希望人人会了解佛法啦、啊，是深浅微妙法啦、啊，所以呢，人必定呢爱真用心，用心去体会，才有法多呢，甲佛法安尼、啊、呢入咱的心，那才有法多呢，深入佛法的大海哩吼，那、哦。 必定呢，唔通讲吼，有一点嘛的疏忽，唔通想今仔日无听到，明仔载也阁有，唔通安尼哦。那咱必须爱用心设思维，看文殊菩萨，他还是要回到也大堆思维一类，咱要讲话嘛是要思维一类，所以呢，咱来设设思维啦， 在立佛心境界的法海中啊，了解佛陀呢，这个智慧，也是得要演代法哦，微妙法。所以呢，咱还是呢，哎，好好用心，深思慎思啦，那佛陀的教法用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请大家呢爱多。 有心